朋友聚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心仪的对象，如果你仍是单身一族的话，不妨用心去交往一下。今天也有机会参加公益活动，并且因为自己的表现成为活动的核心人物。金星进入天秤座，并与土星形成四分相，月亮在天秤对分天王，四分冥王星形成T三角，冥王星为端点行星，太阳和水星慢慢的靠在一起，合相在天蝎。以上带给我们的感受是在建立关系时会强调对等、和谐与公平，并用优雅的方式展示出关系中的美丽和价值，需要平衡内在和谐与强调自我时产生的压力。天王与木星和太阳形成上帝手指，则意味着我们在强调自我认同、展示自我身份时，可能会为成长与追求外在产生压力，并带来挫败感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